珠宝，注意安全，来看看吧。远风声。如何？今年的风花节还可以吧？你这么忙碌，却愿意赶在春天回到蒙德，与我们同享自由之风，我真的非常高兴啊。现在有空的话，要不要听听我今年新写的情诗？我来读一下。世上从未有过如此色彩，没有一个人能不染上它。比白色更像云雾，比金色更像太阳，落入你的眼睛，令孤独的心复明。会不会太严肃了？要不然还是以甜甜花为主题再写一首好了。